LEGO 陳百祥同埋黃杏秀近日就飛到日本外遊，受顧喺平安夜留言，話過咗三年，終於可以出埠旅行。佢更加透露，同 LEGO 去咗別府金輪湖玩，當地唔單止環境優美，天氣亦都晴朗，但 LEGO 面對美景，竟然仍然不忘用手機睇跑馬。其實 LEGO 經常都贏馬，但秀姑同樣眼光獨到。據聞佢喺2019年曾經以1620蚊本金勁贏600萬，令到唔少馬迷羨慕。